大碧雪，俺想马上给俺家男人出殡。俺跟村委委员们都商量了，明天就出殡，行吗？姐，那俺先回去了。龙海啊，你这一封海倒不要紧。 那我都快喝西北风了。现在战局窘迫，封海也是万不得已啊。要不干脆把封海之事交给我得了。想当年这片海面上谁是老大呀？除了我就是你啊。眼看着谷雨要到了，王四江他们肯定得出海打鱼，那海里就一下都是咱池家的。 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穷鬼把咱池家的财产全都捞完了。刚才你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封海，怎么，连个王四江都对付不了啊？我已经暗地里啊，让李祖忠啊商讨了，我让他组织暗杀排，我先把王四江、叶洪山给他干掉，然后趁着他们群龙无首，我里应外合把龙王岛夺回来，让那帮穷鬼啊！ 吃了咱们的，吐出来；杀了咱们的，拿命还。腾哥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张口闭嘴的都是私仇？你就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？龙王岛现在是他们的地盘，即便你杀了叶洪山，那么还会有王洪山、张洪山去当区长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所以呀，我深夜拜访。 就是希望兄弟你帮我一把，助我一臂之力。腾哥，今天晚上就是你不来，明天我也会派小火轮去接你。那你是说，咱们要反攻了？天情报处查获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在未烧尽的纸上突然发现龙王岛海里有物资，随后。 我就收到了警备区转来的前线战报，最令我不解的是，装备低劣的共军一夜之间突然鸟枪换炮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一定有条秘密军火运输线。运输线？共产党占领了东北，而华北则是我们控制的区域，他们不可能将军火由陆地转送到山东，那就只有一个渠道——海上。 对，我这次回来的任务，就是秘密的组织可靠的艄公，去离岛转运一批秘密的物资。秘密物资？对，为了粉碎敌人对我们解放区的大反攻，上级已经从大连将一批炮弹运送至青岛。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军事物资需要运送，但是从前线反馈来的消息得知，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。 对海上进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，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运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，所以上级派我到龙王岛执行海葵任务，就是秘密的组织可靠的艄公，组织渔船队，等大船抵达离岛的时候，负责将物资运送到海西大陆，再由专人负责转运到沂蒙解放区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暗杀排查出谁是海葵来？ 是配合。这么说，你也派人上了龙王岛了？他的代号是鲨鱼。咱们接下来需要运送的物资，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带，甚至直接决定着山东、华北乃至全国的解放。我们的责任之重大，万万不可马虎。海葵行动。 仅限于我们在座的几位同志知道，绝对不可以外露。行，明天我就让祖宗跟鲨鱼取得联系，联手把海葵查出。不，你的暗杀排不仅要杀人，最重要的是要把龙王岛搞乱、搞混、搞得鸡犬不宁，让他们白天不敢出门，晚上不敢点灯，谷雨。 更不敢出海。现在，我委任你为龙王岛海上保安大队大队长，你要绝对配合我的行动计划。
只要抓住海龟，我马上派兵配合你杀回龙王岛。龙海啊，那我手底下得有多少人呢，他才算得上是大队？小副官到。小子，保安大队130套衣服、30支枪都准备好了。唐刚，兄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以后还得靠你自己去解决。咱们要尽快的把渔业供销社建立起来，这样才能正大光明的出海捕鱼。一呢是方便在海上动员艄工，二呢是增加行动的保密性，三呢就是接到任务马上可以出发。好，明天俺就去池龙庄那个渔社收拾一下，争取尽早开业。论资格论辈分，咱们在岛上大部分艄工都是老会长手把手带出来的，我觉得动员艄工这个事情交给老会长吧。行，就交给俺，绝对没问题。老会长，白天那个美国红圈牌香烟找到是谁抽的了吗？哎呀，还没找到啊。那个李祖忠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水牛就失踪了。会不会李祖忠是装死啊？他绝对死了，俺检查过，老会长当时也在场。那小子鼻挺挺的躺在棺材里，连鼻拉纸还掰呢。明天李祖忠不是发丧吗？咱们可以这样。六怪，一个不剩，都来了。您都还认识吧？俺常年跟在池大哥身边，这几位兄弟还真是认不全了。他们怎么长得都奇形怪状的啊？别看他们都缺胳膊少耳朵的，那可都是这些年走南闯北打家劫舍留下的纪念。北到威海卫，南到蓝山港。每人10块大洋，算是小小的见面礼。好好干，等池大哥杀回了龙王岛，到时候每人还有重赏啊。今儿咱们暗杀牌算是成立了。哎，李大哥，这暗啥？哎呀，暗杀牌都干什么？杀王四江和叶红山，还有所有的共党分子，随时接应石海主杀回龙王岛。死得好，想当年俺二哥就被他害死的，还有一口棺材，要俺说就该丢到海里喂鱼去。人都死了，少说两句吧。没事啊，三妹姐，老会长说的就是这儿了。石家鱼行。对。不过现在已经归村委会接管了。日本鬼子来之前，咱们叶区长还在这儿带领渔工闹过革命呢。那次罢工可惜失败了。你怎么知道失败了呢？如果不失败，我想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三妹姐，你不知道，罢工当天，石龙章已经答应了减免船租，增加工资了。哎，可大伙一散，他就喊来警察到处抓人。叶局长还是被老会长送出岛的呢。
那俺一会儿就去找大平学写个申请，完事儿了，俺再带几个姐妹来这收拾一下。好，海英，你陪我去走访几家老海宝家，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。好。时辰到，下葬。海英，为什么大伙管李村长叫大皮靴啊？去年过了春，咱村组织担架队到交际路去支援前线，有一次也不知道敌人从哪儿就冒出来了，哎，一个炮弹就把他给震晕过去了。等他醒来以后，发现身边躺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国民党军官。姐，你也知道，他天生胆小怕事，可那会儿也不知道他中的啥邪，愣是把那死人的皮靴给扒了下来。后来他就穿着那双大皮靴回来了，哎，他还每天都穿着它，所以大家就都叫他大皮靴了。鬼丫头，走。嗯。哎，这不是老号手他们家吗？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开关是大不吉利，快关上呀！你没吃饭啊？啊，没听人家说下葬开关不吉利啊？快盖上！快盖上！一、二，来！啥事儿？老会长，不好了，又有村民被杀了。嗯，在哪儿？村南山路上，咱们巡逻时发现的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你们几个注意点啊！快点埋，快点埋！那男人死了，你打算该嫁谁呀？谁啊？号手叔。哎，你走，你走，别见干家。哎，海英，俺先回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陪你去龙王镇办手续。号手叔，你不认识了，我是三妹儿。哎呀，三妹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刚回来。哎，二虎在家呢，快出来，你看看，看看谁来了，谁了？婶子，真是三妹儿啊！哎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刚回来，准备开一个渔业供销社。号手叔他们打上来鱼，我负责帮他们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前阵子四江还为这事发愁呢。三妹儿啊，听说民兵水牛被海匪杀了，池龙章真要是回来，你们这供销社……快，来来来来。记不记得去年秋天那个晚上，二狗被人家吊在树上？记得。老会长，你是说是同一个人干的？让开，老会长，都围着干什么？破坏了现场谁负责？还什么现场？现在是要抓紧时间找到凶手。二虎，你别不服，我问你，你上过前线打过仗吗？你发现了敌人，你能迅速判断出他们的意图吗？紧急时刻，你知道怎么组织队伍打击敌人吗？不靠我来，你们能查出来什么？还抓凶手，简直是笑话！切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？牛气什么？二虎同志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预备党员根本就不合格。你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咱们先检查完现场再说。
保证比海鑫那些鱼贩子高出3倍的价钱。有你这句话，算是给俺们吃了定心丸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呀，这不是二刁蛋吗？还认识我不？你咋回来了？三妹姐，三妹姐，孙楠出事了。怎么了？ 有2个村民被杀了，咱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快走！哎，大哥，俺正在这定门训练。哎，妈子，哎，记住了啊，以后当着大伙的面不能叫我大哥了。那得叫我石大队长。<笑>石大队长？哎，那咱啥大队啊？从今天，不，从昨天晚上啊。 我就被正式任命为海上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哎，找几个人，弄条小船，把大船上的军装跟枪支弹药都给我卸下来。你们几个撤！来来来，回来。以后得说是，从今天起，咱们是正规军了，一切得按照军队的说法行事。见着我，那得叫大队长。 是大队长，滚吧！麻烦，集合队伍，我要检阅。好，停了，集合，集合，都过来，给老子精神点儿。大哥，集合好了，请检阅。看看你们一个一个这熊样，哪像军队？站长、机长，都精神点儿。弟兄们。 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正规军了，鸟枪换炮。明天，就把军装跟枪支弹药全都发给你们，好好给老子拼命的练，随时准备杀回龙王岛。老会长，什么人干的？ 刘掌柜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镇上办渔业供销社的手续。啊，哎呀，你到镇上顺便找叶区长，把这里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。嗯，三妹姐，那咱们走吧。走吧。 那还有假？ 俺亲眼看到三万从那个李大鹏家出来的，而且还说啥出的价钱保准比海西鱼贩子的价钱高3倍呢。这么说，他回来是想抢咱石家鱼行的买卖啊？那还说啥了？哎呦，俺刚要问那个海英过来把他拉走了，临走还瞪了俺一眼。老婆子，当年。 你对他不薄吧？按理说，他回来应该先来看你才对呀，怎么和那些穷鬼搅在一块儿去了？看来呀，这来者不善呐。
那俺就稳坐钓鱼台，我看他个三妹儿能蹦多高。大哥，这就是咱们的老窝，藏得够隐蔽的啊。那是，请进。三妹姐，咱俩先一起去见见叶区长吧，他人可好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去，我去找镇长签字，咱们这样节约时间。好吧，那一会儿咱们在这门口见吧。好。嗯。海英，最近你跟二虎表现不错，我已经向上级提出申请，争取早日给你们转正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二虎要是知道，肯定高兴得又蹦又跳的。哎，你还是让他接到通知以后再蹦再跳吧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对了，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。叶区长，你知道吗？俺们村又出事了。出啥事了？混锤子！叶红山来了。没，没有。没来你找啥？俺听说他们搞银行。谁领的头？俺听说一个叫三妹的。三妹。三妹。他怎么来了？乡亲们，前天晚上村里有一个民兵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今天晌午又有两个村民在村南的山路上被残忍的杀害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咱龙王岛上来了一伙海匪。不过请大伙放心，这两天我会把联防团的民兵调过来保护大家，彻底的查清楚海匪。没人干啥呀？老会长，他要接管咱们村，不是说咱村的民兵都是窝囊废吗？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抓到海匪。看是他先抓到还是俺先抓到。走。二虎，二虎，你们两个去把不站岗的民兵都召集起来，到海边开个会。是是。二哥，你咋走了？看刘志山那个神气样，好像咱们都是吃干饭的。他说他们不行，就是说咱们儿童团更不行。铁蛋，跟俺把儿童团全组织起来开个会，咱也抓海匪。好。说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这个当区长的肯定来，放心吧。海英，快上车吧。哦，叶区长，你们先走吧，俺还要等三妹姐呢，她到镇长那边办手续去了。三妹。海英，三妹姐，快过来，见见叶区长。叶区长，这位就是三妹姐，是来帮俺们卖鱼的。三妹姐，这位就是俺跟你说的叶红山区长。叶区长，您好。你好。我这一进村啊，海英就一直提你的名字。以后我那渔业供销社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。好，刘老板，你来我们龙王岛是为渔民们排忧解难的，我们区政府绝对全力支持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找我。谢谢。哎，正好我们要回龙湾头村，顺便把你们捎回去吧。啊，我这还有两个章没干完，你们先去吧。哦，三妹姐，那俺陪你一起吧。好。那好，
如果晚上你回去的话，到村公所来坐坐啊。叶局长，再见。再见。刘老板，回见了。再见。三妹姐，三妹姐，三妹姐，俺总觉得你们俩认识。走吧，盖章去吧。大贵呢？你怎么每次都迟到？俺娘说现在村里有海匪，不让俺出来。不忒这个呀，俺娘还不让俺出来呢。怎么，来了半个海匪你就怕了？桂花，你害怕吗？俺不怕。连女孩子都不怕，你还好意思自称男子汉？不怕能咋办？咱们手里的红缨枪能打得过海匪的钢枪吗？有什么不能？咱们就要用红缨枪抓个海匪给别人看看。你笑什么？海神哥，不是俺笑话你，就凭你们这些木棍儿想抓海匪，俺看连俺都抓不住。你不信，来试试。来就来，可咱先说好，一不许哭，二不许回家告状。真啰嗦。大哥，拿着。这里离龙湾头村太近，我到万不得已，都不要给我开枪。喂喂，忌日，老会长，有枪声，在树林。走，快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催命鬼！快撤！冲！走！上路！别跑！大花，快给我追！跟我来！你没事吧？叶局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会长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，否则今天凶多吉少啊！海英，三妹姐，俺来给你拿吧。谢谢。这些都是买给老会长的吧？这有两瓶是给老会长的，有两瓶是给假善人的。俺都已经和他们划清界限了，你怎么还？毕竟我在他们家待过多年，石龙章再不是个东西，假善人对我还是不错的。抛开阶级成分不说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他，对吗？走吧。石龙章海匪他们的旗帜上就绣着这玩意儿，你看。还有，今天早上遇害的乡亲们，他们的身上也有这个鱼骨。我觉得石龙章的人上岛了。嗯。叶局长。二虎，叶局长，咋样了？这帮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对了，老会长，我听海英说，你们在海边发现了烟盒。
叶区长，水牛就是在这儿失踪的，这个烟盒也是在这儿发现的。这种烟，岛上潜伏的海匪是不会有的，并且我们封锁海岸将近一年，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登岛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区长的意思是，有人从这里潜水登岸，杀死了水牛，又秘密地联络了三吊眼他们，然后又杀死了两个村民，其目的就是把区长你给引出来。没错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暗杀组织，这个组织还会继续作恶，制造恐怖气氛。这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。季队长、刘团长、二虎队长，近期你们一定要加大排查力度，尽快地消灭这股海匪，给渔民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，保证大家不遇时节放心地出海。是是。黑生，别打，别打，住手！海生，你是哥哥，怎么打弟弟？是他先生要比试的。爷，俺在教他练拳。王爷爷，体坛好厉害呀！闭嘴！俺跟你没完。海生，儿童团不是在练习吗？咋还真刀真枪的干上了？俺好像在哪见过你。在哪见过我？刘掌柜，俺们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咱们一起努力，让渔民们都过上好日子。行，俺们大家伙呀，就盼着这一天呢。早点回去吧。啊，好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姐，三妹姐，新渔网来了。太好了。挂那儿吧，那个货架上。嗯，好。你小心点啊。娘，你咋了？这是？海生哥打不过俺，扯俺衣服。打架了？打架也是他先动手的，俺在教他练拳，他打不过俺就耍赖，还说以后再也不理俺了。儿子，哪个人也不全，哪个车轮也不圆，岸不靠船，船靠岸，他不理你，你理他呀。你们既然是好朋友，就应该搞好团结，对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做错了事情该咋办？娘，俺这就去找海生哥赔礼道歉。真是好孩子，去吧，把海生也带回来到咱家吃饭。哎，对了，娘，刚才还看到一个人，好像是叶叔叔。儿子，以后再看到他装作不认识。娘，咱还在他家住过呢，咋能说不认识？你这不是让俺说谎吗？这不是说谎，这是命令，记住了。就像你在青岛跟日本鬼子做买卖一样。早点回来。明白了，俺这就去找海生哥。嗯。铁蛋可真懂事儿啊。三妹姐，你刚来，先回家收拾一下，做点饭，俺收拾完了就回去。我先去贾善家看看。头子，嗯，午后啊，村里有两个穷鬼被杀了。我早说过了，李祖忠这小子压根儿他就没死。这穷鬼啊，还债的日子到了。等二小儿打过来，我这一把火把这房子给烧了，
咱们搬回石家大院，好好享享清福。哎，有人在吗？哦，呀，老太太，三妹儿啊，你们好吗？好啊，你看看，我就说这孩子有良心了啊！15年了，你能来看看俺这把老骨头，俺就知足了。你还买啥东西呀？你还跟我客气啊？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您对我的好呢。嗯，我还记得老爷子好这两口，那这酒是孝敬您的，这点心是专给老人家做的，不伤牙口。二子，来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三妹儿啊，我听说你要开供销社，收穷鬼的鱼。啊，这不谷雨快到了，我听说乡亲们正在为卖鱼的事情犯愁呢。这一片海上的鱼虾全是我姓池的，这个生意你不能做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三妹儿啊，就像咱们家亲闺女一样。这都15年没见了，你干啥呀？哼！你看看，哎呀，三妹儿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来来，坐这儿。您身体还好吗？好啊。弟兄们，今儿咱们算是跟叶红山正式交上手了。往后啊，他肯定会加强防备，再想明着干，恐怕就够呛了。咱们还是琢磨琢磨别的招吧。一会儿啊，你们去村外的树林埋伏下来，俺先回去摸摸情况。如果叶红山没走，咱们就趁热打铁，把他给宰了。这么说，你回来真的是开鱼行？啊。三妹儿。你要是再不回来呀，你就见不着我这把老骨头了。哟，老太太，您别这样，让我怪难受的。我答应您，以后常来看你，好吗？哎，你说这些年呐，你在哪儿混日子呢？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个孩子，吃苦了吧？我带着铁蛋去青岛落脚，开了个鱼行，日子过得还算凑合。哦，我看你这富态样儿啊，是不是嫁了个好人家啊？没有。哎呦，那是发了大财？赚了点小钱，发大财可谈不上。没发大财，在这地方可开不了鱼行。哦，我懂，富不露财。你放心，我老婆子不会跟你借钱的。不过三妹儿啊，青岛可是我侄子龙海他们的地盘儿，你来这里开鱼行，叶红山能同意？我来是帮渔民解决困难的，他们不仅同意，还大力支持呢。哦，那就说关系不一般吧。没什么关系，也就刚认识。就只是认识啊？不对吧？我怎么听说你家那宝庆跟叶红山是拜把子兄弟呀？啊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可是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也没见过他呀。今天您不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您咋不早说呀？嗨，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哦。哎呀，三妹儿啊，你看看，俺跟老头子住的这个地方，破破烂烂呐。现在呀，可不如从前了，有上对儿没下对儿的。俺就想啊，你要是跟叶红山认识呢，帮俺说个情儿。要不再这样下去，俺这把老骨头啊，就怕熬不出去了。老太太，我只是个做生意的，不党不派，可能……哦哦，那不勉强。只要你能常来看看俺，俺就知足了。我答应你，有空我就来陪您聊天。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铁蛋儿啊，等着我回家做饭呢。别送了啊。呀，老爷子，
我先走了，改天来看您啊。三妹儿，我想问问你，你的供销社在什么地方啊？老会长给我找的地儿，就是以前的池家余杭。他们分俺的家产，没想到你也要分呐。一树红花照。